没事点的人挑战，在设计期都有开始唱歌，其他没有成就设置的队员在时间的赛制格局。我先不会唱，我是真的不会唱歌。如果我会唱歌，我就去参加星光大道。哎，你是主唱啊？是，我们是五个里面谁有出过三个谁没有，不然的话。那我们就斗歌赏嘛。对，节目抢，都是秀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刚刚我刚刚想上去换你们其他三个。没有，我刚刚都轮流都有，还是他？还是他？合理吗？合理吗？来，请上桌。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我只有两超不会唱，你超真的哎！那就两个，输的两个，输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！Yes！我们已经自行宣布获胜，真的没有不一定获胜啊，因为他们积分比我们高。不可能啊！我们加起来2700分哎！开什么玩笑？他们加一加，除非怎么可能在路上遇到五个好朋友？ 他们人脉有这么广吗？也是，遇到五个好朋友，最多就平手。顶多。对啊，好像我们是真的赢。真的。但是我们做人不要太骄傲。好。好吧，我们还是就是等纳豆来到现场。再骄傲。对。好，现在他们两位已经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因为他，我跟阿翔比较不熟，他唱歌到底怎么样？他比较会老歌。苏南哦。苏南。不会唱，就丢哦。你有，没有。你手跟胳膊、腿和脚伸出。第一首歌。十年。 阿达，他好歹也是一个乐团主唱之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，对，叫我姐姐，叫我姐姐，然后恋爱，好了，我10年，还是反正我们都已经最后了，对，但是我们猜不出来，就是。 repeat 在这一关，我们没有歌词熟不熟的问题，就是唱一句。两个人要合音吗？喂喂喂，一个 rapper 一个鼓手，啊，你这样是要把我们弄死？我还要回团队吗？对啊。今天大家太热，脾气不是太好。不会，我想他在上面坐应该蛮凉的。疯啊！ 十年之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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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年之后
拖鞋没玩到了，所有的测试都玩到了，耶！所有的测试都玩
不了解我们的。是妈妈，大家叫大家叫大家叫大家。哟，陆毅还签约了呢。哎，你们直接先，你们直接先到位，分数还没有结算，你们就拉我们吗？不要拉我们。是的，马德队还有最后仅存的影子希望，胜负保证让你难以预料了。